成熟的諗法，好成係係咪呢呢十幾年嘅磨練令到你個人變咗好成？你以前係咪咁嘅？即係未接觸呢、這、一個，你以前係點？我想問你聽我聽你講，你係中四唔讀書噶啦嘛？嗰時好曳噶嘛？嗰時係點樣？係啊，冇一份工叫做長工咯，即係乜都做下，跟住玩咯。但係自從做咗預蘭就定咗咯。因為跟林生其實除了教我魚蘭的東西之外，都教了很多人生的哲學的。OK， 如果 今天你想跟林生說一句說話，多謝他，你會怎樣說？在鏡頭面前你會怎樣說？即 我想你分享一下，你想跟林生說什麼？即如果 在個鏡頭裡面。因為我的跟他說的就是，我人生如果沒有了他，就不會有現在的我。我當了他是爸爸，因為到現在他在已經不是很行得啊，住老人院了，一直都是我照顧他，我當了他是爸爸。你怎樣照顧他？我想問他的所有費用都是我給的。Okay.